药味儿啊，比药好吃一点点，就有点那藿香正气那种味道，还可以，反正比药好接受多了，九分。要做到再漂亮点，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吧。不错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OK。有一股药味儿，是不是啊？它是不是那个解暑？夏天吃的时候起到一个解暑的作用。有藿呀，藿香味，藿香正气，这块啊。跟平常的雪糕不太一样，它吃完之后不会太腻嘴吧？觉得还蛮清爽的，给九分吧，还有一份继续努力。造型上我觉得还可以更立体一点，对。我们藿香主打的就是叫解表祛湿，也包括就是以后的话，可能藿香系列的话，啊，我们也在其他在大健康方面，包括洗护方面，也正在做相关的一些准备，一些尝试哈。